对啊，清大就没什么好逛的吧？就是没有啦，清大主要不是去逛嘛，是去怀念某人的味道，依稀残留在风中啊。对对对，讲那什么小啦？台中看守所没有那个 Toys 出来了啦，不是吗？他不是什么可以保释了？你真不是在跟他对接、对焦吗？你真不是在跟他拿一些东西？难怪你今天就开始吃下。哦，哎呀，哇，这个虾子比你老外还要大哎、哦！是啊，那你好像很懂哦。他有尝过，那我们怎么吃呢？好，我们来吃一口啊。苦逼流量计，做冰室，踩底捞，西门町，吃热炒，这就是你的苦逼流量计啊！啊，很苦啊，感觉是蛮咸的啦。最后一餐是老板吗？刚刚不是讲一堆了啊？你们讲一堆啊？我问啦，啊，这不是都在台北吗？阿里山在哪？在山上。哦，我也知道。阿里山在台南不是吗？哎，不是，在山上。没有民雄鬼屋啦，不敢啦。民雄鬼屋在高雄。啊，不敢啦。啊，我们到时候也去高雄。怕我要去哪里？去死啊！晚上就只有逛街的行程啊，可以啊，我可以啊。